好，我们现在恢复开会。那现在有一个新的临时修正动议啊，请宣读。修正动议第3案，委员王惠美委员等人提案，第25条之1，凡中华民国国民合于下列规定者，得登记为农会总干事候聘人：一、全国及直辖市农会总干事应具下列资格之一：一、大学、独立学院以上学校毕业或高考及格，并承认机关、学校或农业、金融机构或农民团体相当兼任职职务3年以上；二、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并承认机关、学校或农业、金融机构或农民团体相当兼任职职务5年以上；三、高中、高职毕业或普考及格，并承认机关、学校或农业、金融机构或农民团体相当兼任职职务7年以上；二、县市、乡镇市区农会总干事应具下列资格之一：一、大学、独立学院以上学校毕业或高考及格，并承认机关、学校或农业、金融机构或农民团体相当委任职职务2年以上；二、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并承认机关、学校或农业、金融机构或农民团体相当委任职职务4年以上；三、高中、高职毕业或补考及格，并承认机关、学校或农业、金融机构或农民团体相当委任职职务6年以上；三、各级农会新进总干事之年龄不得超过55岁，承认农会理事长或常务监事3届以上之服务年资，得视为前项资格所定相当兼任职以上职务年资。现任总干事不合前项规定资格者，得不受前项限制，但于下届任期不足1年，即将届龄退休者，不得登记为总干事候聘人。总干事候聘人经中央或直辖市主管机关评定合格后，经发现其于聘任前有未合第一项规定情形之一者，中央或直辖市主管机关应撤销其评定，与受聘者一同，省农会并入全国农会前，其总干事候聘人资格同直辖市农会。宣读完毕。来，我们进行协商。好，来，我们提案委员说明一下。主席啊，我本来是认为说，因为我们邱志伟委员一直希望他们农委会哦，他们自己去修改他们的相关办法哦，我一直认为说今天不会审哦，可是后来好像还是坚持说要在今天下午来审哦，我觉得这比较可惜哦，因为呢，立法我们最担心就是为了个人哦来个别来立法哦。那我知道明年的农会选举啊，就即将在明年来改选，所以势必在今年的下半年要来进行改选的一个公告。那涉及到农会总干事的法，我们在农会法的一个修正草案待审的还有3个版本。那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针对这个25条之1的修正草案来修法，而不是3案并审哦？难道真的是为了个人哈的这个为了？这个赶在选举公告前为了这个人来量身定做吗？这是第一点我要表达的。第二点，我们也都知道高雄市，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高雄市的农田水利会会长啊，在他的乡长任内有这个800万的一个贪污啊，那司法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个更审阶段那他因为担心这个司法判决定验有罪所以呢一直要为他的这个政治的一个延续性来做安排，所以呢，他也推着他儿子在现任的高雄市桥头区的农会啊，李干事，理事长要来接班哦。所以传出他透过我们的委员修正农会法第25条之1，那全国及直辖市农会总干事的一个资格增列这个农会理事长或常务监事的服务年资，那得视前项的资格锁定来相当的这个兼任的一个这个职务的一个年资哦，那还是因这个人而设哦。那只是说，民进党执政之后口口声声说转型正义哦，那转型正义怎么会让立法院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在做立法？
那我觉得蔡总统到我们行政院院长啊林权啊，应该要出面表态，是不是真的支持为贪污罪嫌啊来作价来修法？再来，我们也知道农会再来会在我们的这个新政府的施政里面啊，会有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啊。那个承担的一个责任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遴选出来的总干事他是真的是有这个能力的哦。所以呢本席后来也修正了、啊、你单单阿猫阿狗要选个 理事长也不是很也不是说不也不是说那个很难的事情啊，我们现在真的希望他有专业性，有在这个区块有一定的一个历练，所以后来本席啊这个做了一个修正动议啊，你要担任要放宽这个条件之前，至少你要担任过理事长或常务监事三届以上才有这个资格、啊、好，今天本席的议程写得非常清楚，请把议程看清楚，这是完全对外公开的，是处理、是审查加处理，所以并没有临时决定的这个议程。好，现在进行协商，谢谢。主席，今天要协商了啊。那有相关的来陈明文陈委员还敬请发言。王委员哈、哦、讲啊，我想这个25条之一哈、哦，其实它是一个总干事的一个资格啊哈、哦。那事实上这个25条之一也写得很清楚哈、哦，就讲你只要有在农民团体2年以上，好、哦，所以我是觉得哈、哦，其实这个部分哈、哦，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说。比如理事长，或者是常务建树，他就是在农民团体嘛，农会就是在农民团体嘛。那为什么过去可以，现在不可以？是不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时代有因人而修法？这一点我们只是希望把它恢复而已。我想这是应该很清楚。况且这个法修完以后是一体适用的，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人。哦，你哪会使？你是无什么人，你只要你若过去未使去受限制，你起码都会使。我想这个部分哦，不要这件事情哦，从来在讨论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一人提出任何一个个人，哦或者个案。那今天这样子哦，安尼讲污蔑，安尼都唔通。哦，我想这个部分唔能讲公安呢。啊，你起码把这个人，把这个人提出来，直接讲批判。这嘛唔好，哦，在咱的政治上要有一个道德啦。哦，你这是邱主席正未来，我替你讲话啦。啊，无你这样讲公家话拢唔好。哦，你对这个案有啥问题，有啥意见，你听我讲。但是你即马去提这个案，啊，讲批评这个人，安尼硬讲念做诶，这样就无道德。做人不是安尼起讲诶，社会嘛不是安尼讲法咧。哦，你会使讲我对这个案偌无认同，啊，但是我感觉讲。这是有什么问题？啊，过去谁人会使，现在谁人未使？我是讲一个理由，我听一下。哦，啊，谁人那时阵要甲收起来？我、哦、这一定有问题嘛？哦，农委会了实施遐久啊，对不？啊，不是讲一开始农委理事长就不可以。那现在把人家修完了以后，现在就大家讨论，广泛在讨论以后，觉得说事实上是该让他恢复啊，哦，能够用这个修法。的手段，把它恢复回来也是一个办法。那不能够就一定要用修法的程序。我觉得这本来就是立法院大家来做讨论。好，我想这个部分，那既然没有个人，这个讲代志就是讲，这就是法律规，就是大家拢会当用。或者隔两日恁会当用嘛，无得讲。哦，恁大姊小弟要用着嘛，唔知啊。这个不要把事情哦。把它咧讲死去，我想这样咧就唔好。我今特别伫遮吼，咱苏校长遮好朋友，但是听你讲迄话，感觉上安尼，无徛起甲恁讲吼，安尼感觉你讲的这种是是非非的言论，咱是不是对的？我若对的，那变作别人就唔对啊。哦，这咱就唔好。我想这特别要提出来甲你讲。好，来那个，嘿，来张立上张委员，来这个。谢谢主席了哈。我想今天本席在会中也表述的非常清楚了哈。也就是说哈，我们修法是与时俱进，当然是越修越符合现在的这些要求嘛哈。那如果说我们还要再往走
退后的这样的路可能是不太好了。那为什么会把这个理事、理监事会跟这个总干事做权责的划分？当然我们希望第一个嘛，农会是一个和谐，站在农民的全体利益做考量，所以不要有任何意见分歧，甚至呢破坏制度、破坏和谐。所以呢在权责方面，理监事会有权利来聘任真的能够对整个农会的体制或是农民的权益，可以为他们在业绩方面、业务方面各方面都能够为他们谋福利的人啊。那总干事呢他就有个这个责任，必须对理事会来负责。所以呢我想这个权责的划分非常清楚啦。那如果今天要再把它修划以后混为一谈，那可能会再制造更多的纷争。我们还是希望透过立法让我们的农会它是能够永续经营，而且是站在全民的立场。我相信我们应该要秉持我们的这个专业还有政治的良心，然后来为我们农民的权益做把关，不要到最后弄得整个农会也不稳定了。我相信以前曾经挤兑过，或是曾经发生要把所有的农会的信用簿收起来，这个情况都发生过。但是呢现在农会总干事本身呢他所赋予要被要被所有的监督机制的，我相信他的责任是相当重的。那我希望就是说今天在修法秉持非常公平公开公正的这样的立场来修这个法。谢谢。好，有没有在场委员还要继续发言？来，那个在场委员，好，孔文琪孔委员，好，蔡委员，好，先他。这个主席啊，这个农会的选举哈，因为刚才听大家这样讲哈，就是农会的选举是准备明年就要开始选举了啊。那我这边我是不做个人的一个评断或批判了。那但是现在如果说要把农会选举的办法，有关这个总干事的资格啊，做这样的一个规定哈，这个都是我觉得在选举之前都不太适宜了。我举一个例子哈，给我们经济委员会参考。我们那个内政委员会有在谈论原住民选区立委出缺如果递补当然有几个委员是说要递补那我们是说这个应该要征询我们原住民立委的意见，所以内政委员会也同意接受了就是要召开公听会倾听我们原住民这个我们地方的一些意见我们再来谈原住民立委之间是不是要递补，这样这个是比较慎重其事。内政委员会通过了就是我们多召开一些公听会嘛，就是针对原住民立委如果出缺，当时有些人是建议说要递补嘛从这一届递补所以我们当时是说这个应该要征询我们全国各地召开市场公听会半年之后内政委员会再来讨论这个案。那我也是这样建议啦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有关总干事这个资格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召开我们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公听会，我们再来慎重讨论。因为这个都是离选举快接近了我们也不要给人家批评说我们是为了谁量身定做，这个都不好所以我是把这个例子来给大家参考是不是有可能说我们多召开一些公听会，多听一下大家的意见这样子可能这样也对邱委员可能会比较应该也能够比较接受吧这个谢谢。先蔡毅与蔡委员先，然后之后再邱志伟邱委员。主席好，那我们提出了这个农会法25条之一我觉得说还是要我们要就法来论法了我们从早上我们就一直在强调的说，现阶段这个农会总干事聘任的一个遴选评审项目，他把它分为学历跟经历，学历的部分至少他的分数，经历的部分，第二项是目前资属农会编制内第九职等以上之职员每年加0.7分，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来你的职员的部分，你就我就加分，九职等以上的。那理事长是这个部会的一个首长，
结果理事长的年资竟然是不可以纳进来。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只要用比序的一个概念，这个高阶低，高阶低用，基本上这样都是可以把它纳入的。所以这部分我们一直希望农委会应该可以提出，应该要有自己的立场嘛。应该照理说，如果可以这样比序用的，农委会应该 要解决。那我们现在当然用立法来解决这一件事情。我不希望说在这边，我们把它沦为说，哦，这个就是为了谁为了谁，这样说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提出的是一个我们希望把农会可以去当总干事的这个资格把它放宽。而且我早上已经举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了，我们在渔会总干事的资格都可以把在警察服务的年资，在警察服务的年资当作农业团体。那过去国民党政府的时代也准了啊，我们这样说警察的年资就准了，那才是真的因人设事呢。过去就已经这样乱搞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说把它回到体制面，回到体制面，回到体制面，就是说你也有在这个农会服务过，九职等以上就可以了。那为什么理事长，理事长要算是行政首长，这样说不行？好，谢谢。好，来邱志伟邱委员、邱意莹邱委员，然后那个管碧玲管委员。主席各位同仁，这个绝对不是因人设事，不是为了量身定做，请这些委员不要随意扣别人说的话。我早上做提案说明的时候，我是说有些地区农会，比方说乡镇区、乡镇农会，他曾经当过理事长，但是他不能去选总干事。比方说农会有两种，一个是乡镇区级的，一个是直辖市跟这个全国市级的。好，你当过全国市的这个农会的这个理事长，你却没有资格去选总干事。我是举这个例子，不要把我的话乱转述哈。基本上对农会法二十五条之一啊，是为了制度长远的发展，是要建立制度，不要每次选举的时候都要为这个资格认定啊，比照年资、他的年纪、他的学历、他的委荐任去做很多的讨论。每次都要修法，我想请教各位，真的对农会法二十五条之一，大家有深入去研究吗？过去这个总干事资格遴选办法，大家有深入去研究吗？我今天早上问辅导处长还不了解，农委会的副主也不知道，所以我不客气跟他们讲说，你今天要来审查这个法案，如果不准备，就是农委会失职。这个办法在73年、78年，针对这个资格，按照内政部的函释，他是说里监事都有这个资格。那时候资格放宽到里监事都有担任这个农会总干事的资格。好，我们这个77年的时候，农会法增订二十五条之一，所以90年跟94年两次农会的选举，都是用内政部的函释去办理，也就是说，你是农会的里监事，你就有资格来作为遴选这个总干事的比照。好，农委会在民国几年的时候，他做过这个修法，他认为民国97年的时候，他认为他是主管机关，所以他对于这个资格认定啊，他要好好的去做一个定义。所以97年的时候，他又针对总干事遴选办法17条之3做了一个资格的限定，也就是把过去这个内政部的两项的函释全部否定，就里监事就不行了，你要担任过这委荐任职以上，你要有一定的年资，不管是消极资格跟积极资格，都规范在17条之3。可是马上就要选举啦。98年选举马上就要举行了，当然引起基层农会的反弹嘛，所以农委会又赶快增订遴选办法17条之4，17条之4就恢复到过去这个里监事就有遴选总干事的资格。我想这个副主委应该很清楚了哈。然后101年度的时候，有人我说时过境迁了哈，这个选举选完了，我们再来一次吧。就把17条遴选办法17条之4又把它废除了。
好，废除之后变成里监事都没有资格了。那现在又到农会选举了，不能每次到选举我们就吵一次嘛。那我们也要求说，农委会既然遴选办法可以多那么多次的这个调整跟跟动，为什么不从遴选办法做一个全盘的盘点跟检视？不管从年纪的限制、学经历的限制、违建能比照的限制，都能够全盘去检讨。这个应该是行政权就可以处理，不需要用到立法权了。立法权规范是更上位的，所以法律25条之一授权给你，你就应该按照这个授权精神，好好的去把这个遴选办法做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安排嘛，让这个农会的这个总干事有更多充裕的人才。曾经当过农会的理事长，他是一个农会的代表人，农会这个监事长就是常务监事。再说他对农会的贡献，他对农务的了解，对农业发展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贡献，在农业界一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才有这个资格嘛。那你现在不积极去针对遴选办法去做调整，哦，修法好，修法我们必须做一个合理的办法来修正。就是什么？我把它限缩成农会的理事长跟常务监事。过去资格，不管是90年选举、94年选举、98年选举，理监事都有资格哦。所以我已经把它某种程度集中在理事长跟这个常务监事。我觉得这样子的合理安排，不是为了因人设事，不是为了某某人在修法，为了避免日后每次到选举就有这种纷争啊。不管你从遴选办法或者从修法，我们都应该透过这一次的修法，透过这一次的讨论把它定案下来，这样子对农会、对农业、对农民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好，我们有请邱意莹邱委员。那等管碧玲管委员呢发言之后呢，我也请这个劳动部啊，来针对今天的修正动议也提出看法。好，有请邱意莹邱委员。谢谢主席。我想我就直接针对于今天25条之一的这个修正条文哈。刚刚看到王惠美委员的这个修正动议啊，我想提醒一下哈，这王委员可能你们在提这个修正动议的时候，你们没有去注意到啊，这个农会法第22条里头很清楚的规定，农会理监事任期均为4年，连选得连任一次。换句话说，理事长、常务监事只能做2届。所以你这个修正动议写承认农会理事长、常务监事要3届以上的服务年资，我不晓得他去哪里搞来3届。我跟你讲啦，无啦，委员，大家莫安尼硬拗啦。法令规定你就是会当连选得连任嘛吼。当然我知影有足侪拢是理事长做做完去做上干，上干做做完来做理事长，但是这个不是常态啊，这个不是正常的一种规定啊。你袂使用安尼甲变作正常，你甲讲安尼做3届以上，那你立这个法就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第二，好，可以讨论，但是第二，我觉得你提修正动议，包括您刚刚的提案说明，不应该随便乱扣我们的帽子。好，刚刚陈明文委员或者是邱志委员这个当事人也起来提案说明的非常的清楚哦。那我们参与联署，甚至参与修订这个法案，我们拒绝被国民党乱扣帽子。好，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有请管碧玲管委员。谢谢。这个修正案基本上就是因为只能当2届嘛，所以要3届以上确实有问题了。但是有没有必要去限制2届呢？其实我们都了解，有正当性的事情义无反顾，也不用去揣测说是不是有涉及因人设事。如果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你因为一个个案而发现说人民权益的保障应该要更周全，好，我觉得就是三更半夜都应该要立即去改正啊。好，所以有没有因人设事这个争议在这里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那我今天早上特别举教育部的例子，教育部对于国立大专院校的教师，他服研发替代役的3年的年资能不能采任，
就在上个礼拜刚刚确定可以采认。那为什么会举那个案？因为那个案跟这个案呢，它最重要的两个核心部分呢是完全相同的。第一个核心部分就是法律没有规定，所以没有依据。好，法律没有规定，法律只有规定公务员不可以，然后呢，中等以下的教师可以。那大专院校教师呢，全国翻遍的法规命令没有任何规定。好，这一点是一模一样的。第二点一模一样的是什么呢？是人家最后教育部去抓到一个本职，而那个本职跟这个案是一样的。那个本职叫什么？那个本职叫做高阶低用。高中以下的教师，国民小学的教师，国民中学的教师跟高中的教师，他们是教师人员、教育人员，他们服研发替代役年资全部可以采计。那为什么大专院校教师不可以？大专院校教师相对于高中跟国民学校的老师有高阶低用的本质，所以最后呢，最后教育部是怎么样去核定说可以采计？就是以参照高中中等以高中以下教师留职停薪办法里面的年资采计规定，参照该法之立法意旨，该法规命令之立法意旨，参照他的立法意旨，人家就敢核定了。所以抓住核心价值，它是属于正当性十足、人民权益应该予以保障的部分哦。千万人无往矣啊！真的是这样啊！今天第一个法无明文规定，然后叫你修改那个办法，就是把那个办法里面误解25条之一的部分改掉，去参照高阶低用之意旨，怎么可能一个机关里面的部署有资格，结果首长没资格？首长来准用比序为兼任职以上是高阶低用啊，真的全序部就告诉我说，哎，这高阶低用啊，理当可以啊。法规会也说这个高阶低用啊。啊，我做农会理事长，结果我的部属会使得，啊，结果理事长无资格，这讲袂过嘛。好、哦、啊，所以基本上是应该恁去修改遴选办法，结果。你们不愿意修改遴选办法，把它踢到立法院来，让立法院在这里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处理法规命令就可以处理的部分，事实上是农委会不应该。但是农委会不应该来到这里了，我觉得我们就让它通过，然后赶快确保人民参选的那个权利。我觉得这个部分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可以让大家去看。其实本席还做过服务案件去保障人民的权利，还做过更大的，那是一个老师，我再花一个时间，一个老师他检举校长性骚扰，结果呢被校长停职免职3年没有教职，这3年当中最后事实证明校长确实有性骚扰，所以他申诉呢可以得到平反的时候，我们高雄市教育局才重新呢再给他派一个学校去教书。现在他要退休了，他跟学校要这3年的年资哦，副主委，这3年的年资哈，我没有教书，可是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被你们侵犯人权的，我一定要那3年的年资，可是法律所有的规定都无法给年资。行政诉讼他输了，民事诉讼也输了。我们用3年的时间，最后他不但要到那3年的年资，他还要到3年的薪水，他还要到考绩奖金。理论在哪里？理论就在于说那是侵犯人权罪。怎么可以报复一个检举校长性骚扰的老师，然后让他3年失去就业的机会？所以以国际人权上侵犯人权罪，我们应该要的就是平反、恢复原状、真相跟道歉。用这样这个案例哦，领到钱了，已经退休了，不止拿到那3年的年资，还取得3年的薪水跟考绩。政府做什么？政府就是保护 人民权利，自我设限自己的权利啊，就是这样啊。所以
本席是认为说，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案子，还是看它的本质。它基本上它的本质在高阶低用的这个部分没有疑义的情况之下，予以认列它，可以理事长有能力当总干事，这实在是走到哪里哈。大家嘛感觉理所当然的代志，啊，伫咱遮恁咧法律的改袂过，这个法律都是有问题的啦，哦、好 ，OK， 好，那可能劳动部你还是等一下吧，因为委员优先，所以还是要张立上张委员。谢谢主席，我想刚刚我们的委员所提的有时候是牛头不对马嘴了，跟这个事情好像不太相关了。那事实上我是觉得我们农委会是真正严重失职了，没有把里监事会跟总干事本身的这个职权说明清楚。尤其我早上已经讲过了，成为农会里监事的人员呢，第一个他的学历只要国中小学毕业就可以了哦、甚至他只要有参选过、一届的农会小组长或是代表，他就有可能可以、成为里监事、那经过里监事会推选，他就可以成为理事长。所以如果以国中小学身为理事长的人，他可以来比序、兼任级、成为农会总干事，那本席认为的、除了刚刚王惠美委员所提的，也就是说既然、总干事的职务这么重要，那么是不是理事长本身你的历练你的经验至少啊要有两届至三届以上了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未来是不是里监事的选举、一定要规范他要有大专以上的学历，现在大专以上满街都是、对不对、那还有也就是说刚刚有想说农会职员他的分数就可以 0.7 0点多来跳分，我要告诉各位啊，里监事他具有农民身份，他具有农保资格，他跟农会的职员完全不一样，农会都是劳保资格、所以这个体制是不一样的、不能拿这样的方式来比。那以前可以就是发现、现在的整个的时事已经改变了、所以不能再用以前的法令来套现在。那我觉得啦、如果大家认为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修法非常重要，而且能够让农会永续的发展，让农民的权益可以受到保障，我也希望大家都说你们没有因人设事，也没有因任何一个、人来量身定做，那是不是这样子呢？今天呢、好好的把这个会审、那甚至呢、要再开公听会让大家充分表达意见，甚至呢是不是啊不要再马上公告，因为即将要公告了嘛，已经拟定二月十九号就要选举了嘛，那是不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法令呢会影响所有的选举，是不是呢可以但书从下一次110年开始、这是本席的意见，谢谢。好，在进入协商之前，我还是让劳动部表达一下意见哦，针对年龄的限制啊，这个我们现在修相关的劳动法规是什么，提供给各个委员知道。主席、副主委还有委员跟与会的各位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劳动部代表第一次代表发言，有关委员提的临时动案农会法的第25条之一的第1项第3款规定啊，里面提到所谓的总干事从原本的年龄说不得超过55岁改到60岁的部分，依照现行的就业服务法规定，如果总干事是用就业服务法的话，他就业服务法第5条有明定啊，雇主雇用劳工的话，不得以他的所谓的年龄啊，还有性别倾向等等等作为所谓的规定，不然的话违反会有就业歧视的问题。但是同样就业服务法里面第5条后半段也提到，如果其他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话，可以重启约定。如果要针对这个部分要把它设限，不得超过60岁的话，就法律层面如果在立法理由有说明清楚，有它的必要性跟正当性的话，在里面设所谓的不得超过60岁的话，是符合就业服务法第5条后段的规定。这以上简单说明，谢谢。好，那我们就协商，没有还是要讲明，因为我们现在对私人的企业是很严格的，你连容貌、身高，你资质都不停，更不要讲年龄，都不可以写有年龄的限制。一般的，对一般的我们的企业在征才，这都是
都是禁止的。那当然这是最新的就业服务法的法规，所以我提供就请他提供给各个委员知道。好，来我们进行协商。好，来，好来，这个，让两个委员坐，您可能坐旁边一点吧。后来，这边再多用一个椅子啊，给委员。对啊。现有的总干事就有高中职毕业或普通普考就可以进来了。我们的总干事现有的资格也是这样子，高中职就进来的。然后所谓一届哈，一届是四年，好，那两届是八年，三届是十二年。一届是四年哦，不是一届是两年哦。对我经历还是有分数，这样积分啊呢，所以事实上是这里都已经有规范了，你一定要你如果是博士的话就几分，你就高等考试以上就几分，所以这个部分只是一个积分，它不是资格哦，不是马上可以，不是马上可以哦，只是你认为说哦，你过去是把人家排除掉，大概现在是这样子，所以你这个部分是积分，你来讲你是国民校，我你就是几分尔，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个是。这个我知道啦，可是问题你还是会牵涉到李监事的后续的选举方式，以后你只是把那个门开得更大而已嘛，会没啦，会没你在王委员，我跟你为了你的时候我再重新再说一次哈，九十年九十四年九十八年业主的是李监事就有无法度算哦，所以李监事比照检验资格哦，意思讲，伊捌做过李干事，七年以上留下来算哦。所以我是限缩，而不是扩大，这门是缩小呢。好啊，曾经选了三次，90、94、98呢。所以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说，理事长的部分七年以上。你做过理事长，吼，伊资格可以比照简任嘛？你这个，你如果做七年是无简单了呢，也唔是讲，一年做一年就会使算呢。我想啊，还是大家再讨论思考一下啦。重点是我们的管理理事长啊，李监事，还有来我们蔡玉宇蔡委员啊，是怎么样让优秀的人出来？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角度去限制这么多，你们会不会表决？这样是好吗？如果要表决，再叫我过来。我们是不是再说明一下哈？因为从这个积分上我们去看，如果他第十，他最低阶的就是说高中职是八分嘛，这是学历，如果不到高中职你就是零分。好，那经历的部分我们就是说，因为在农会的职员他九职等以上只当0.7分，
好、哦，那我们就是认为说，他的职员一年就有0.7分，所以理事长因为他是在这个农会是代表人，他领导这个农会的一个运作，所以也是同样比序每年去按照去给他多少分数，所以我们这个是就是放宽，让你一个优秀的理事长，你可以进入来担任总干事的一个资格，可是并不代表这个理事长就一定可以当总干事呢。如果他的学历不够，还是说吼他的品德操守不够，这一部分被扣分了，他分数不够也是不能做呢。我们是希望把它放宽，让麦公吼进入农会是一个窄门，吼这个门要打开，好不好？谢谢。对，我想哈，在现在我们都大家，我听起来蓝绿都是认同要专业经理人呐、啊，哈。那专业经理人，我想也不要轻忽我们农民的他投票啊，包括我们李建士的产生、小组长的产生，他们所代表的后面是不是他们都是莽夫？他们都是一定都是听命上面的。我想这个时代来讲，大家都很清楚，其实我们农民所选出来的小组长跟代表，甚至在产生的李建士是相当有。他是要受民意监督，当他领导的不好的时候，其实农民是会反弹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尽量的把资格放宽，让真的有能力专业的经理人进来，好，然后他自己自然就会面对他选出来的这些农民的一个评鉴。好，我觉得是这样，反而是我们都不是在地的经理人，我们应该是营造一个友善的农业经营的环境。那我们立委也不是都会去当理事长，会去这边的这些都不可能。我们立委只是希望把那个农业友善经营的环境交给农会交给农民而已。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大家再思考一下，朝向松绑，让专业经理人进来哈。对，所以那个王委员想要两届或者是三届哈，那我们这个法是7年呐、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让他可以等同于兼任资格的时候，他就是符合第一项的第一款的第三目。他就符合第三目，可以去计算他是不是有到7年，所以他也一定会达到7年了。对，7年两届就8年了，嘿啊，所以这里已经规定7年了啦。除非我们要把这个第三目改成8年，如果王委员说要两届，就要把这个第三目改成8年了。嘿，我还是建议大家好好仔细研究条文，这条文写得很清楚。学历跟经历是挂钩的嘛，高中搭配7年嘛，专科搭配5年嘛，大学跟研究搭配3年嘛，这个很清楚。学历很多立法例都是这样子嘛，你学历跟经历是挂钩的嘛。那我不晓得你那两届是做什么意思，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设两届三届条款。你如果高中毕业，代表说你相对可能学历不足，你要靠你的经历来补充，所以我们要求他7年。好，你有大学研究所学历，代表你学历强，但你经历稍微给你放宽到3年啊，这是搭配的，这一直都存在的。过去就我一直强调99/4/98，它是放宽到里监事，我现在把它限缩成里监事跟常务监事呢，这不是大开方便之门呢，这把门缩小，哎，缩到合理的范围，让适当的人才可以进入为农会来服务啊。是为了农会的组织的健全，为农业的发展，为农民的权益 在努力，怎么会可能说你们还说我的因人设事，为了量身定做，岂有此理，胡说八道。那个报告主席哈，我想了哈，今天早上大概我们委员在询答的时候也有问到，就说哎有没有做过民意调查哈，看看目前这些农会啊哈，对于总干事的这个遴选办法啦，或是他的资格啦哈，有没有做过民意调查哈？那事实上哈，我是拿到农训协会的调查了哈，他针对300多家的这个农会去做调查哈，那大部分呢哈都希望就是像蔡英文总统讲的维持现状，因为现在的权责划分非常清楚哈，而且本身呢哈啊理事会有权力来监督哦这个总干事哈，那总干事也必须要尽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哈。农训会那个民调是民调。主选啊，是不爱主选的啦，不是，好，不是民调，那没有关系，民调隶属地位啦。Okay, 好，那其实我是建议啦，哈，就说如果可以的话了哈，也就是说透过比如农委会哦，你也可以来调查，对不对？
这些都是你的属下的单位，你可以透过这样的300多家农会来问卷他们的看法想法，这样可能比较符合民主机制了。这第一个了哈，或是呢办公听会，办公听会，让现在目前有要改变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大家。大家讲讲他们个人的意见，对于农会这个体制，这个体制是不是让大家觉得说，改变有没有对他们来讲影响甚大？好，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是不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好，我们外界在批评我们立法委员的效率，那第二个，我们立委每一个人都是身经百战，每天都好辛苦的在基层经营，所以今天是不同蓝绿的立委表达对这个案子的这个关心，那其实是有聚焦的，那所以但是呢，我在听，我做主席听起来，也蓝绿的立委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化的认同，那也但是呢，对于年轻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能我们要再审慎的思考，因为如果再照这个，不好意思，王委员，如果照您这个再限制下去，有，因为我们25条之一原条文就讲得很清楚了，大学的以上就要再加上3年的历练，专科就要再加上5年的历练，高中高职就是因为学历不好，但是你要从你的经历去补足在7年，那你再加上2届8年。这个不是公务员，我今天就是希望在这个农业团体当中，尽量能够年轻化，有想法的人，那只有经过历练，那也知道他的相关的这个在他担任理事长或理监事当中，就是在走访基层。当然啊，所以我就说你不要轻忽农民，他去监督理事长跟常务监事的力量。跟总干事现在的只要这个三长没有这个掌握的好，或者是领导的好，农民是会反弹的，这至少在我想各县市来讲是一样的。来，空委员，现在我还没有发言，就是我刚才听大家的意见，大家都是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共识，希望总干事的资格限制能够放宽一点。那刚才既然是有谈到。刚才张立善委员有谈到现在的农训协会，我们现在整个全国有多少农会？300多是吧？300多个农会嘛，300多个农会，那不要说我们立法院，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决定了。大家是不是说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现在的农会总干事、理事长，农委会做个民调嘛？说刚才那个民调不是什么理事长、总干事民调。那个是要什么直选的，那现在是不是农委会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征询一下现在理事长跟总干事这个选举有什么意见，然后再配合呢，配合我们这边再召开几场公听会这样，而不是说这样邱委员也可以，免得给人家批评说是什么什么因人设事，不是，我是说我们要走民主机制了。不要乱扣帽子。没有，我刚才没讲你了哈。你刚明明讲了，邱委员，因为我是说，我一个邱委员，邱委员在。那有澄清不是嘛？不是，我刚才发言我也没讲啊，我是说我们要符合。不是，我在帮你讲话，我是帮你要澄清你那个。我为什么要澄清？我讲了。我自己负责，为什么？我知道了，你们都有做深入研究。我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更符合民主的程序，给那个农委会一点时间，给他们一点事情做嘛？给他们一点事情做啊！不要说我们这些开会就决定了啊，将来总干事怎么选举啊？就像主席啊，就像我讲哈，原住民立委出缺怎么递补，后来也是我提了案呐，就是请中央选举委员会。到去办4场公听会，北中南东听一下我们乡长、民意代表、乡民代表、村长啊，他们有什么宣言，他们有什么意见？不是说我立委说就是要递补，就是要递补，出缺递补，不是这样。所以我是拿这个经验啊，我们内政委员会也通过我那个临时提案了大家这样，对不对？这个给他们一点时间作业，更民主嘛。我请农委会说明他真。等以后又收回来，你去其他那个什么？拍钱的，野保，无啦，伊无提案的，啊，我唔是拢讲，互你直接就怎，
上院会协商，你敢有开公听会嘛？无，对不对？上一次有没有？你有没有在这里？我们说原住民的法案，我们要支持，有没有？那、啊、你还不是上过？有没有？有啦，就是没有开公听会，是。好，那就协商就让你通过啊，也不是这样子啦。对，我要党团协商，但是没有开公听会。没有开公听会，让你过啊，对不对？啊，这个案里面有什么争议啊？我也开过公听会。对啦，这个案25-1，基本上应该是没有意见啦。主席啊，我想大家都希望农会能够朝专业的方向去走，大家都没有意见。年轻化也 OK， 大家都 OK， 但是你就是要一定的历练嘛，你总是要历练嘛。蔡玉蔡委员，来邱志伟邱委员，那最后等一下农委会你说明一下，你针对这个案子做了什么准备哈？所谓的一个专业经理人哈，那我想要问在场的各位，到底农民就农业这一块，他算不算专业经理人？农民的一个身份，那农民的身份他没有办法进入公家机关服务啊，他读到高中毕业。一个一世人的做产，唔得伊选理事长，伊选会调，因为伊伫田园砖头经营甲做好诶。啊，伊的专业就是务农，加上他是一个专业的理事长，那他可不可以进入农会去管理这样的一个农民团体？我感觉这是做好诶嘛，所以就让这样专业的农民也有资格去参选这个农会理事长。好、哦、啊，所谓的专业有各行各业的专业啊，好、哦，你伫公部门做了真好。哦、你就有这样的专业，你在农民、哦、你当了理事长，表示你在农业这一块你是一个专业经理人，所以我们要朝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就 这一次的一个，因为这一次就要选举了嘛，就是开放嘛，大家都可以塞进来嘛，大家都可以进来嘛。好，谢谢。对，来、哦、那林德福林委员，哎，邱志伟邱委员先的，然后再林德福林委员。对，我先说。他先的。这个我是拜托大家吼，针对25条之一，还有今天农委会所提出的报告的最后一页，好好详细看一下。我这看一下吼，我研究，我来这边提案，我来这边发言，我一定做一个十足充分的准备。25条之一，农会有两种，全国跟直辖市农会，它学历跟经历挂钩是357。我再解释一下，357意思说，你高中要搭配7年，专科搭配5年，大学就搭配3年嘛。这是经历跟学历挂钩，这个还没修法之前就有存在的。好，如果是地区农会、县级农会，他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是246搭配。如果没有，我有说可以纠正我246搭配。好，你大学搭配2年，专科搭配4年，国高中以上搭配6年，这个很合理。这我还没修法之前就存在的。那为什么要把农会理事长跟这个常务监事，过去是理监事就有资格哦？按照过去选举，按照内政部的函释，按照这个17条之4，现在被取消拿掉的，理监事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把它合理限缩到总干事跟常务监事，为什么要这样子限缩？因为按照农会21条，理事长跟常务监事是无几职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取得委兼任资格，一定要用比照的方式嘛。这在很多团体。都有相关的这个立法例嘛，而且这个跟理事长跟这个常务监事跟农会的关系是属于委任关系嘛，所以才要用这个比照的方式来让他取得这个资格嘛。你要当到一个农会理事长有那么容易吗？你要当农会常务监事有那么简单吗？那一定是对农业有贡献，在地方上有名望，一定有累积相关的资历。跟专业，你才有资格，你才有这个声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不要再提什么法律上规定不明确，法律上很明确，我们只是让它更完整一点。我建议一下了哈，不，德福先生。其实哈，我很简单，我认为说应该办几场公听会哈，然后邀请那些农会团体哈，也让他们表达意见跟看法，那综合大家的看法，这个再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我认为这样是比较严谨的。哦，当然，我们修法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但是他们是实际在这个农会里面，也要听听他们的看法跟意见。我认为这是很重要了。不光说只有说啊，我们这里修法以后，要他们一定要照我们的修法规范来走。其实要是能够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认为这何妨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啊。谢谢。我认为我们今天是修法了哈。
我单单以之前我们那个信合社李监事的这个办法而已哦，都还要再问全国信合社大家的意见之后，他们办法才去做相关的修订哦。那我们在修一个法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这样跟人家决定，我觉得我们是有点太草率了啦。所以我们还是真的建议，就是说你请他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不用那么急嘛，对不对？而且你现在急了，马上就用，就符合人家讲的，你就是设身为谁在量身定做嘛。既然不是，我们晚一届也无妨嘛。来，主席哈，我想我还是要说明一下哈，我之所以哈提六十岁呀哈，绝对不是因为说哦要用年龄来绑住什么，只是我认为既然总干事这么重要，就不是说他如果说六十二岁要来，哎做不满一届。那可能对整个农会的体制还有农民的权益都会受损，所以那个年龄啊，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去设限的。设限五十五岁是因为当时劳基法的一个比照了。那六十岁是谈一个，就是说，哎，起码要做四年满一届。那既然呢，大家对这个方面有意见，那就是坚持一个，只要他能够做满一届，不要就是说，哎，来做个几年。就要退休了，好，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了哈。那再来一点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家谈了会怕，好，有任何设框架，或是怕人家说是因人设事，那我们可以充分的讨论以后呢，哈，在下一届再来执行，这样也会比较从容，那也会比较圆满呐，好啊，也不会哦有人会被哦被污名化或怎么样，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谢谢。来，那个主席，我讲一下哈，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修法基本上不会影响任何人的权利，反而会增加更多人的这个参选的一个机会。好，我想这是应该大家很清楚。第二点，大家拢做清楚的啦，农会都是总干事坐啦。你若无总干事坐，无人讲你处长要去落来选总干事的啦，对不？啊，若无就是后摆就是改落去做吼，即、這个理事长坐，安尼就是总干事就是真真正正是聘任坐啦。所以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那我们只是认为说。这种事情不要把它政治化，就把它公平化，基本上就是说让大家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参选，只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而已。那你今天说，你说李市长，李市长其实他就是可以比试，他就是可以有参选这个总干事的这个资格，这其实足简单，你只要你在农民团体，这个两年以上就可以。那你今天我们把它排除在外啊，我们只把它修法。让他能够通过，让他有机会能够来参选，干那安尼尔，啊，到有遐种代志，到有遐困难，啊，大家都一定爱安尼，改变这個政治化，变做蓝绿有，大家都有立场，这样不好吧？那这个啊，这个法，这个法修啊通过又，这适用全国呢，大家都很大拥紧呢。我是觉得这个事实是要这样大家在讨论，这么。大家安尼做讲壁垒分明嘛，我是觉得怕无无啊，大家拢会拥挤，咱这敢无对大家拢有利的物啊，敢无一定爱附加安尼，创加安尼，大家做明诶，这唔好吧？我感觉这没有到这种程度吧？这个没有什么政治的立场啊，这不是讲讲这类的输赢诶，没有嘛？这是评分标准尔呢？你今日你今日高等考试及格，也是讲有博士学位的几分，这个都明定得很清楚呢。你如何，你如学历如好，你分数如高呢？你学历如歹，你分数如低呢？那你还是一定要有七十分啊！没有七十分，你根本就不可能这个选总干事啊，对不对？啊，你有资格以后，你还人家不要聘你，都还是一个问题的。那你现在我们只是说啊，你这个不可以把人家，既然有这个二十五条之一有明文规定。可以在农民团体哦担任几年以上的职务就可以了。那你说当农民团体担任理事长，不是在农民团体担任这个职务的，那也是觉得很奇怪。而我们只是把这个法把它明定的更清楚，让大家更了解，只有这样子而已，也没有什么政治的一个立场。为什么大家要把它搞成这样子？主席啊，我认为其实哦，这个把政治撇开哈，那我们严谨一点，也不要为难。我们农委会这些官员，那我们是不是哈、哦？就是说，要是能够再多办几场公听会哦，听听大家的看法意见，最后再来做一个定夺。我认为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啦。好，那我让农委会说明两点哈。第一个，对，第一个就是说，你们针对这个法案，这个你们做了什么准备？在
这个520前跟520后，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准备，怎么样的跟我们相关的团体做了沟通收集资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也就是张立山张委员他在意的，就是说会不会做满一届，好，一定要做满一届，在现有25条本文的规定是什么，好，你也说明一下。嘿，翁副，你要不要先让处长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您再做补充。跟委员跟大家报告哈，那针对这个部分哈，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哈，大概从这个案子在立法院提出来以后，我们就做过相关法规的盘点。那原本当初是希望用函释、用修改那个办法各方面来看，那就是整个法规盘点之后，发现说整个法制作为还是要提高到立法这个位阶来做，这个位阶来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建议说，哎，是不是由在答复立法院的时候，我们都建议说是由一。修法的程序来进行，尤其修法的程序来进行。那这之后，因为这中间涉及到政府的交接，我们也没有再去对这个案子做广泛的去征询，没有对农民团体做广泛的征询。但是我特别要说明的就是说，依法制作业完善的话，我想大家可以接受，因为这是在整个部分，它是针对资格还是做放宽的部分，那这部分特别来做说明。那我们还是建议要把整个法制作业的做完整。那因为农会本身也有不同的，因为不同农会，那我想除了少数具有特殊立场的以外，我想对比较多人可以参与农会相关的业务，应该大家都是乐观其成。特别说明，私底下有问嘛？那你私底下的就算了啊，你就讲出来，你问了哪些农会啊？你不要吓死人！你说你从来都不问农会，我们每个立委，我们虽然在高雄，我们也会去问别的县市的农会呢，打电话问呢。你不要吓死人好不好？说明一下，你问了哪些农会，从北到南。我处长应该你有征询农会嘛？譬如说，我有问我们嘉义县的农会啊，我嘉义18个农会，我坦白讲，我也都问过啊。基本上他们也认为这个乐观其成啊，这没有人反对啊。他们没有人反对啊。这中间我们曾经办理过有一次哈，叫调查多少，你应该把调查的数据哪一些农会能够问过你讲嘛？你就至少载明这是口头询问，你只要诚实就好了。不需要造假，你没有口头有好几种，你用 email 网络的也是征询，你用口头的也是征询，你用书面的也是征询。主席，你要保持中立。对，我提醒他，就是这，因为他们脑子你知道吗？我们公务人员的脑子没有，现在是你们各自，我们也有去问啊，对，大家委员都各自去问啊，现在是请农委会主管机关要去问。对，那所以说他客观的证据出来给大家看。我不相信现有的公务人员连征询，连口头征询都没有做到，我不相信。那你有没有做到口头的征询？你做了哪几个口头的征询？你只要讲清楚，这是口头征询，还是网络征询，还是这个书面征询？好，你只要讲清楚它的管道，好，还是你是说用传真的方式而已，并没有用寄的，你讲清楚就好啦，对不对？来说明一下。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召集过农委会员资格的那个修办理会议。那这个会议里面，我们曾经讲到针对会员的资格，也有提到说后续这部分的修法。那当场大家都了解，我们整个的方向就是建议完成法制的程序。那会场并没有很明显的针对这部分。四月份嘛，来的人哪些人？除了县市政府、全国农会各二级农会，还有一些乡镇农会的代表。所以是全国到的，所以你还是代表而已嘛，你也没有广泛去征询人家嘛。那你这样，你农委会，你能代表你农委会自己的立场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失职？我觉得哈，我们要广泛去征询大家的意见，才不会让人家觉得为特定人量身定做。来，那个就是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知识体大了哈。影响到所有全国各县市的这个农会，所以要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一个事项，重要的一个咨询。哟，很大早上我就问过他了嘛，我说你，我早上我就问他说你到底问过哪一些？他说有，有没有啊？给够了，给够的，对，拿出来我们就认了，对不对？那都没有拿出来，你的数据，你开了什么会？啊，你开会的时候，这个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拿出证据出来，那我们就认了。啊，这嘛不，对不对？用讲诶，不可以用讲的，不可以用讲的啦，不可以用讲的。哎，我当然，我问过我们那边的，我们那边反对啊，对不对？哦，要民主时代，我们要把话讲清楚，我们要把事实讲清楚。
你看了、啊、这个农业的人才的专业化、多元化、年轻化是多么的难。这个阻碍会是在政府跟立法院，光是一个年轻化、多元化的进才，我们要怎么样的促进我们的农业有专除了专业化之外，多元化的进用、年轻化的进用，你看这么的困难。你们怎么会困难？就差那一点点时间，你再去做个广泛，我们也没有人反对。啊，怎么会困难呢？那你没反对，为什么不赶快支持呢？那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让我？所以主席，你就已经有既定立场了嘛？对不对？我们只要求说办个公听会，这样也错吗？让更多的农会来讨论，这样也错吗？我是担忧的。我是不是让我发言一下哈？我们这因为你要问农会哈，你同不同意理事长哈是有农总干事资格？你问总干事，现在总干事都嘛公布哎，我得有人要来跟我拼，好，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放宽出去，就是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说让专业的农民，他是理事，他有理事长资格，有常务监事的一个资格，他专业的农民就有进入这个总干事的一个遴选资格。啊，主给你哦，不是的刁安呢，他后来也是要经过一个分数的一个考核。那我们不要把农会就是这个窄门，基本上是这个路。这个路口吼，啊，都拍好开，吼，大家拢会使入来，专业要农民嘛会使入来。吼，你啊问李署长，李署长讲好啊，我有资格，我当然嘛好。啊，问总干事，总干事讲啊，当然买，愈少人入来跟我拼愈好。吼，所以这个东西问是没有结果的，而是我们的立场的问题。吼，那我认为我们为了农会的一个改革，吼，我们不能把农会变得局限化，变得世袭化。好，谢谢。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要公民参与吗？要最会沟通的政府吗？要真正能够解决问题吗？那现在只是要求说办几场公听会，让大家多多参与，让大家多表达意见、哦、我想所谓的效率不是在这个时候马上短暂时间里面就决定、哦、我想这个不叫做真正的效率、啊、好，来翁福林来、各位谢谢大家对法令的关心、哦、我想大概我不要发表一点看法、哦，实际上农会的理监事能够有资格也不是第一次，过去在内政部里面的函释、啊、都是清楚他是有资格的。那后来当然有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专任跟有薪级有薪水，然后整个比照比序的问题。那因为有这样的规定以后，变成农会的理监事变得没有资格了，所以就变成整个法令上开始在整个做限缩，包括整个处理到98年的2月13号就整个完全没有资格。所以农会的理监事是不是可以当农会总干事，这不是一个新的做法、哦、那是因为整个后面的整个法制化的解释里面，把它整个为了让法律的严整性变成今天这个状况、哦、所以以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所以你不觉得你们应该，既然农会法这么重要，你们应该是整波农会法提出来检讨，不要这里过了那里又抵触，那里过了这里又抵触。来，我一直在强调，94、90、98都是理监事有资格来选。好，101年4月3号，农委会那时候是贵党在执政的时候，农委会就把这个理监事资格把它拿掉。那时候有办公听会吗？那时候有请问这个所有农会的意见吗？你们说删掉就删啊！我们会换人执政就是这样啊！你们要继续步我们的后尘吗？如果方向是对的，法律松绑，年轻化、专业化、多元化，让我们专业的人才进入这个方向是百分百正确的，那只有赶快做，而不是用程序、上的假这个形式上的程序而阻碍一个正确理念的前进。啊，真的办一个公听会要花很久的时间吗？外公，我们不是啊，让更多各界来参与，这样真的那么难吗？然后说我们很民主，我们很有效率，然后扼杀了别的声音。对，我们讲道理的哈，我们都就法来论法，就整个法律严格，我一再跟各位说明，一再跟各位报告。好，过去资格放宽是理监事，我已经合理限缩，哪有哪门子说因人设事？哪有说为了谁量身定做？是为了农业的发展。蔡委员先的，然后再王惠美王委员。所以我是觉得啦，哈。然后那个对。
我是觉得不要不要再用那种啊政党的什么这个恶斗什么，我们为了农民，为了农会的发展、啊欸、如果今天要把它放宽到回到过去所有的这个里监事都可以的话，那你来质疑我。可是我已经先说到具有专业经历的总干、那个理事长跟这个常务监事、欸，试问你能够当到这个常务监事或者理事长，基本上在农业他有他的专业，有他的资历，有他的名望，有他的这个专业。谢谢哈。那我想哈，如果哈我们今天的修法是限缩总干事的资格，限缩这个是剥夺了一个人他去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权利，而且他会有一个不可逆，至少这个不可逆会持续四年。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确要好好的讨论，就是在于1998年贸然把这个理监事可以去参选的一个资格把它取消。那我们现在是把它放宽。哦，刚刚也有说，你不然把李监事也放宽，哦，啊，站在我们开放农会的一个立场，李监事可以也更好啊，哦，不过我们还是在审酌，在专业性，哦，在专业性的考量，所以我们还是部分放宽。那放宽这个概念是让更多人都可以来参与，哦，所以这个比较限缩起来，它对于每个农民的权利侵害是没有的。伊是予愈济人拢会使来登记，啊，分数较悬的主人这个理事会就会来聘。吼，哦，所以这是一个放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敞开心胸。然后我为了这个案子发言这么多次，我也不知道说，哎，这样如果通过了，会有多少人会跑出来选举？我到今嘛，我嘛唔知。啊，唔得，我一个观念就是讲，让更多人都可以进来登记这个总干事，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啊。我们农业要去改革的是，哎呦，较侪人拢来参与农业嘛，哦，而且我们不能用法令来越绑越紧，哦，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哦，好好的去思考，资格把它放宽，哦，我们不是要限缩。好，来那个廖国栋廖委员，啊，因为我现在才看到这个两个提案呢，啊，一个是要求至少要办一个公听会来会整个农会基层的这个声音意见哈。第二个是本次修法相关规定应该自下届选举开始适用，这两个都非常合理啊，也合法，也可以刚刚大家一直讲的广听哈，让大家的声音都能够发出，一场的公听会能够把大家的这个另外的不一样的意见哈，能够被说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了。所以我觉得至少要办一个公听会，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嘛。啊，我们就办一个公听会嘛，看看大家的那个意见到底是怎么样嘛。农委会早上我问过你啊，我说到底广大的这个基层农会到底你们有没有问过？有啦，你说有啊，就是用问的嘛，口头问嘛。啊，青山公共青山萌萌嘞，那怎么可以呢？我们既然那么严肃的事情啊，影响到很多里监事的参与，或者是影响到其他想要参与的很多专业的人想进来为农民服务，都没机会去了，所以这个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何不顺着大家的意见来一场公听会嘛。好，来那个张立昌张委员啊，那个主席，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我们没有持反对意见，好，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说，既然是大家对于农会法这么的关心，然后那是不是就是说可以广纳大家的意见，这我想也是程序正义，然后必须要经过这些程序办理公听会，寻求大家的意见，然后综合大家的意见以后呢，再来做一些裁释跟定夺，这样会比较好。不是说今天既然大家认为这么重要，结果呢，逼迫大家哎，在一个钟头里面、两个钟头里面马上通过这个议案，我想那不是在探夹结的啦，好，哦，不是这样子嘛，哈，哦，所以我想任何法令还是要让大家能够信服嘛，要服众嘛，好，哦，应该是这样哈，哦。好，王惠王委员啊，蔡益瑜蔡委员哈，刚刚副主委在讲到续薪呐，啊，这是个关键呐，啊，你长期待在农会学习的职员，
跟我只是一个月去开个会，一个礼拜去开个会，绝对那个专业程度是绝对不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续薪的一个过程中会没有办法续进去里面啊。这个是要考量的。那当然那个是一个资格没有错，可是我们现在很担心啊，你这个牵涉到选举的过程中，然后才有临聘嘛，你怎么会知道那个势力没有办法瞧啊？刚存一个，存一个，搁多啊能力未盖好，多啊一去换龙会，那分数很多都嘛是面试干嘛？有的没有的。那个主席，其实哈、哦，这个修法的方向其实很清楚啦。就我问处长一下啦，处长，咱讲起来啦，你明星注问啦，修这个法是不是大方向是正确的？啊，对啊，如果没有反对，基本上就是赞成嘛。我认为没有反对，基本上就赞成。我认为我们这样讲，我一直觉得很多东西，我们一直在讲人权、人权、人权。你们当你们要人权的时候，你们会去讲人权。我觉得今天你们到底有没有让这些农会也来发表一下？我当然不是指你们只单以农会的总干事。你们可以让三长都来，都遵循一下他们的意见，就只要这个行政程序就好了。我们修法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希望让修得更圆满，大家无后边声音嘛，对不？我们开公听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广纳意见嘛。好，我们希望各方的人都可以好参与公听会，好把那意见纳入。可是我们开公听会要。听的意见是说，哈，让更少人不要来，更少人可以登记总干事，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哈，咱既然讲大家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把农会开放，那这个开放有所限制，在于理事长，因为以农会的代表人，好，以农会的代表人，所以他一定有绝对的能力可以担任总干事，而且他还要经过所谓的分数、学历跟经历的考核。所以哈、哦，广听意见就是要广纳人才，吼、哦，较侪人吼、哦、都可以去登记总干事，这是正确的啦。哪个意见一致的话，我们应该吼、哦、就意见一致的好贵啊啦。我一直觉得我们修法，我们上次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意见，结果外面的团体反对的要死，有没有？哪一个？哪一个？忘记了。上次放生的案件，啊、那个啦，对对那个啦，我们大家都没有意见。孔文吉，孔文吉，可是后续的，是我们都有在协商，都有在协商。那我们也没开公听会啊，我们还在协商。我们都啊，我们是去现在，我们也没开公听会，还在继续协商哦。你看，而且是动保团体跟我们原委会、动保团体跟放生团体很好的协商哦，大家彼此都说从来没有彼此这样的对话，我们也没开公听会。那既然刚刚我们的这个蔡益瑜委员也说要广听意见，广纳广纳人才啦，什么广听、啊、也要广纳人才啦，啊，意见不是在这里充分沟通吗？修法是我们立法委员的，啊啊、我们就充分沟通，更大的一个背书、啊、不要假糊涂啊，就这样看待事情，最起码要开公听会了，对不对？就很清楚这个理事长的资格。人家在说你们就是因人因人制宜，就是这样啊。什么因人因谁？你告诉我因谁？好，来那个邱志伟邱委员，我再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哈。1997年哈，曾经农委会要把他的资格限缩到这个比照，就是里监事不能再选就对了。好，本来要限缩里监十七条之三，哈。把这个资格本来里监事可以选嘛，99次都可以选，97年的时候，因为98年要选，啊，把这个资格限缩，让里监事不能选，那基层的这个农会全部都反弹嘛，反正还有增订17条之4嘛，所以基层农会是希望说，越多人才的管道，越多人才来参与农会，越多专业人才参与农会，否则不会再增订17条之4嘛，对不对？如果地方上民意昭然若揭那么清楚，对不对？你十一条之三定出去，你里监是不能选的，地方所有各级农会全部反弹，反弹之后才增订17条之4。好，这届又在放宽。那基层农会声音很清楚，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看不出来。另外，头壳不好，我拢看得出来。我头壳也是不怎么好了，那个志伟，
我看你刚刚引用民国九十七年，那个时候是修正第八条，不是二十五条之一。为二十五条是二十五，什么时候修的？民国九十年阿扁主政的时候修的。我是说这个办法，对啊。对，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办法。我是说基层的声音，我说透过这个修法的过程，让你了解基层的民意嘛。不是你们不够认真、不够用功了，害得委员在这边修正。好好研究一下啦。好，研究一下，这个我要研究就顾啊，就是要研究，就需要时间，你不要急嘛。要审了，你还在研究，把话通通什么时候了？那开一下嘛，开一下嘛。不是还归刚了？好，来那个，农委会来那个法规会来针对法规的部分，你们这过程当中针对这个法五二零前、五二零后，法规会做了什么事？然后这个渔业署哈。这个主秘你也说明一下哈，这个五二零前五二零后你们针对这个法啊做了什么事，虽然这是农会法哈，那但是在渔业法的部分我想相关的产生的资格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请你说明一下你们的看法。然后内政部呢，我们来的人呢都表达一下意见吧哈。那法务部检察官哈周文祥，那以及全序部刚才有讲了哈，那您看你要不要再表达补充说明一下，因为虽然你们针对公务人员，那劳动部的部分呢，那再看你们有没有什么补充哈，我想可以让这个各个委员呢有更充分的一个了解哈，你们的幕僚作业到底做了什么，针对这个法。好，来法规会。是跟召集人这边做个说明，那五月份四月份左右这个部分我们一直都跟着我们的辅导单位来做一些法制上面的盘点，那盘点的结果就是刚刚我们处长所做了一些说明，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就讲你的啊，就是什么样的说明就把你的再讲出来啊。你们做了什么事啊？你们有没有开会啊？找了什么成员来？然后意见是什么？你法规的部分怎么配合？那个部分，其他办法的相关的一个修正的部分，那是我们业务单位找法规单位，还要找外面的业务单位都来做一些意见的交流。那期间有针对这个议题口头上交换意见，那我们法规会也在业务单位在整个会议当中，就表达我们认为还是就刚刚我们所讲的，应该是要在农会法这个地方做一些明确的规范，会比较妥适。好，农会，所以你们结论就是要在还是依法的层次。好，来处长补充。农委会在五月二号哈，我们就召集了包括内政部了哈、劳动部、全序部、劳保局哈，还有我们法规会跟人事进行相关的。那当天法务部跟全序部是请假未到哈。那整个里面从法规的盘点里面也想说，如果要把农会理事长或常务监事纳入是视同总干事的那个年资的话，要从法规面要怎样来做？那当然盘点过行政规则啊、函释啦、相关整个方法里面，那发现因为从整个九十七年到现在整个这样法规。立法的过程里面，修改的过程里面，最后还是觉得法制作为最完整的，还是到二十五条之一去做修正哈，这样整个法制的面才能够完整。好，来内政部，嘿。内政部哈，内政部，因为我们那个有关那个农会的业务哈，很早就移给那个农委会了，所以我们是尊重农委会的处理方式。
我要哎，没问了，我只要求两件事情：第一个专业要专业，有不？第二个我就问，直接问农委会到底做了什么前置作业嘛？你什么都没有前置作业，啊，邱委员就抛出来了，我们没有任何前置作业，这不可以的，这不好了，对你们的执政不好了。不啦，哎，胡董，这个恭维好啊，爱凭良心，看我捧起捧出来，这个。是为了农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哎、欸，我做这个，我要做多少 study？ 我猛记咱一点，我还从学理上去研究，到底这个这样修法有没有符合公平正义，有没有符合比例原则？我举个例啦哈。今天农委也在这边，我今天早上把所有的过程很清楚跟大家报告。你也，我不知道你，我有讲你，你有没有听懂啊？我不知道了哈。最起码1997年把那个里监事把它拿掉。基层是一片反弹的、啊，反弹就是说，你为什么我李监事我本来可以选，你把我拿掉不能选？基层农会群起串联反弹之后，才在增订17条之事，让李监事又在那一届可以选。那基层民意不是很清楚吗？没关系的，那就大家不要急了哈，就现在好好的把这个法修了哈。那反正也没有什么政治议题，也没有政治利益嘛，那就等到下一届，好下一届，因为你现在已经公告在即了嘛。对不对？哎呀、啊，已经公告2月19号了嘛，那就我们今天好好的把它修。嘿，主张我等一下我主张哈，一个表决，啊，就只要反对的反对，赞成的赞成，无要紧，这代志安尼未过嘛，无要紧。主席保留协商啦，保留协商啦，这样哈事缓则远啦。不要哈弄得哈好像有点对决或是 S 或 No 这样。哎、欸，我也主张表决哈。哎、欸，陈委员，我们是心平气和在这里讲话哦。哎、欸，你也不要急躁，你也不要急躁，我们就慢慢把话讲清楚，嘿、欸，把整个事情哈、哦、厘清。哎、欸，我只想说，把那个基础那个 base 哈、哦、做得更扎实一点，对你们执政有利的，对我们有什么帮忙的没有啊？对吧？你不要急嘛，你不要急，急什么？你不要急嘛。啊，主席，我们还是这个按部就班程序先走完，看问呐、啊，志伟，真的。社会都在看呐、啊，哈。对于一个专业化、多元化的进裁以及年轻化的禁用法律的松绑，这个理想是大家都清楚的。那但是还有人愿意在那个假这个程序的形式主义上。而不是在实质的这个理念，你在做这个结论，我就觉得我没有做结论呐、啊，我没有做结，哎、欸，你也尊重一下主席把话讲，你也会当主席，我相信你当主席的没有人会跟你讲，你们我相信我当这个主席，你们讲话的时候，我都是百分百让你们讲，不分男女。我今天主席也不过再去提点大家说，在整个专业化、多元化跟年轻化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有蓝绿都有共识的情况之下。还要再用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不一定是错的，没有这个对错的问题。但是在形式主义在这件事情要推进的达到这个多元化、年轻化、专业化的过程当中，有需要吗？这就是外界一直质疑我们的。好、啊，真的是不是能够在能够加快小度，在立法院的程序上，好、啊、能够加快小步，这个才是我今天要做一个主席要提点大家的。我并没有做任何结论啊。有你们有说要那个一个有要说这个表决，我也还没有说要表决啊，就说大家再谈一谈嘛。来来啊，哎、欸，你讲了，我讲了、啊。我们在这边协商就是一种辩论了哈，我们辩论是带着民意来辩论的，我是带着哇这个研究，我自己的这个判断，最起码是有民意做基础，我才来敢来这边辩论。所以在民哎、欸，
如果每一件协商你都要好，每周办公听会，我会觉得你们就逢利必反嘛，对不对？很多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很清楚嘛，哈，李监事被拿掉的时候，为什么群起反弹？为什么那么急嘛？挖嘛，他这个礼拜有急那个一个礼拜吗？我觉得你比较急啊，你要调公算嘛，这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这是辩论的地方，要辩论，要拿出说服力嘛。我刚刚讲那么多，那么多从理论面，从实际面，从这个民意面，我都讲很多，一而再，再而三，啊，你们都听不进去。那个主席哈，主席，其实我很认同你讲的哈，专业化、年轻化、多元化。但是现在以专业化来讲，理事长跟总干事哪一个专业化？哦，然后呢，年轻化来讲，总干事跟理事长哪一个年轻化？哦，而且呢，好多元化，我想总干事每天呐，真正实务的操持所有农会的业务。他有具体的这些经验、哦、所以我想他在这个部分呢绝对也超越理事长了、哦、那我们不是说理事长不能选，而是如果以他本身的服务年资、具体事迹跟他本身、哦、哪有这些薪资证明，有几职嘛，对不对？你相对的、哦、也就是说他真正是在这个职场里面有实务经验的。所以你说哎，老板董事长为什么经过董事会聘任专业的经理人来操持所有的业务，来换这间公司、哦、因为他的责任很重啦，换不好公司就要倒啦。所以我们今天是站在所有全体基层农民的立场，我们不能可以轻率让一个没有实务经验的人来担任专业经理人、哦、所以呢，当然，他所有的这些学历、经历里面，经历里面有很多农业机构，你要他有实务经验的也是可以、哦讲。但是不能讲说理事长当了八届八年，我没有这样讲哦。就说人家不懂得，我没有这样讲哦。农会的会务，我没有讲说他当了几年没有、哦。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他有实务经验，因为没有实务经验。做过农委，我们也知道嘛，没有实务经验。理事会多久开一次理事会？事会啊，无上叫实务经验、哦。多久开一次理事会？那你总干事要不要做总干事？以前应该有实务经验。那所以还没有当总干事，我跟你讲，张总干事还没有当总干事以前有实务经验吗？有、哦。什么经验？啊，农场啊。对呀、啊。以前在比训的时候，他农场厂长再讲出来就不好听了、欸。那个、哦，再讲出来还要有大学学历才可以比训哦。所以我今天要讲，如果没有是不行的、哦。理事长没有实务经验就不对哦。理事长当了八年的理事长没有实务经验吗？这个农会团体两年以上就有实务经验喽、哦。你当了八年、七年以上没有实务经验吗？所以我的法条不可以这样讲啊，对不对？你今天受限理事长没有不能够来当，不能来选哦，不是当哦，来选总干事就不对哦。基本上是不能选就不对哦。为什么不能选？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选？对不对？这是你们国民党政府的时代把人家修的啊，修的法、啊。阿扁的时候修的。乱讲，阿扁就是国民党时代修的法、啊，这八年修的法、啊。97年都是阿扁。那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它修回来而已。现在告诉你们说，这个法是不对的，不可以的，受限人家理事长、常务监事不能够参选总干事，这个诸葛这样子的法是不公平的。我们只把它修回来而已，你们一定要把它，对不对？这样可以吗？你讲啥呗？刚刚张立生在讲，你一直抢话啊！我现在你在讲话，我要抢一下。你讲完了没有？你讲啊，你讲啊，你可以讲啊。我们现在是自由交谈，协商是不没有程序的，是自由交谈，但是都有录音的，讲话要负责的。我们是绝对负责任的。我再回那个邱委员刚刚讲的话了哈。我们现在在委员会里面等同辩论，没有错，我们是在辩论，我们不要越辩越明嘛，把那个罪名的。讲到最后可能就是一个精华我们再通过嘛哈，这第一。第二个呢一再的要求这个农委会或者负责的这个单位啊，要把你们的调研的报告拿出来给我们看嘛。不要用嘴说有啊有的对。有没有报告，有没有记录，有没有、哦、如果你们在开了什么会啊，确实做成了一个什么记录、哦啊、拿出来给我们看嘛、哦、这是调研这个报告。第三个，主席说越辩越明才会有说服力，我也同意啊，
这一定是这样嘛。哎，现在有没有被说服？我们没有被说服嘛，所以我们才会继续一直找那个核心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在你们把我们说服，我们会通过啊，会接受啊。第三、第四个，哎，你又插嘴了，哎，尊重别人的发言权。我难得讲话，你就一直插，哦，你让我讲话嘛。第四个，有啦，我被你影响，你小小声都影响到我呢，哎，啊，自言自语嘛，看现象呢，哦，不要影响到我这边。第四个。啊，你讲啥未？等你讲啥再讲。好，哦，第四个就是快，啊，得快啥啦？啊，急就急啥啦？哎，我们讲的都是道理，哎，明文啦，我们都是讲这个道理哦，哎，哎，哎，讲话笑话，你嘛是讲笑话了，你，对不对？不要这样子，哎，尊重每个人的发言了。就算我讲错，现在也是录音啊，对吧？你一直说有录音，你这样讲，你抢了这的话的录音啊，你这个违背了民主的程序呢，违背了民主的程序，你点点听啊，听我讲，哪怕我讲错，我负责任，对吧？你一直插嘴，这样我会讲不完哦，哎，你一直讲，我讲不完哦，啊，这个，凡是我这样的，我这样的下班啊，我这样的刷呢，凡事啊都有这个哦，你讲的哦，反对有理，是你讲的，我没有讲哦，我们也没有反对，我们也同意这个大原则，我们都同意。国中兄，我们讲的程序嘛，哎，讲对吧？讲的程序嘛。好了，我讲完了，换你。是我一直秉持要理性辩论的哈，但是我发现国中兄你有一些说法哈。好像只看到你的立场，没有看到你的准备，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哈。可是你身兼国民党干部，你比较忙，没有时间来针对法案做仔细研究。我不是党团干部，所以我很多时间可以做法案的研究，我是有备而来，所以我可以跟你讲道理，我可以说服你。那么我讲那么多道理，你都听不进去，你就代表你只有立场嘛。好，你只有立场，所以我今天从早讲到晚，我们不急也不快。如果这个法案是这个第八届、第九届就送进来的，这已经到会期末我才排的。如果急的话，我为什么我这一开议为什么不赶快排？所以我透过那个时间，我去探访民意，了解基层的声音嘛。你不能说完全行政部门他就代表民意，哎，民意代表才代表民意啊！我要提这个法案，我要负责啊。是吗？所以我说我有准备，我也去探寻民意。我这个从这个会期初我就送进来，为什么到会期末我才排？所以我就刚才举例，民意在哪里？好，1997年那个整个17条之34条之4的过程，充分反映出民意嘛。好，所以我是觉得大家要多点准备，少点立场了。我们哎，主席按照程序的哈，程序。我们要求公听会，这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诉求而已啦，很简单的诉求。好，来，再继续来。哦，好，我们那个，那个农委会这边啊，在你们征询下面的各个理事长或总干事农会的部分啊，你可不可以在口头上您问的部分，好？你问了几家，你如果不想讲明是哪几个县市，好，但是你至少讲一下，好，你问了哪几个县市，好的农会，好，那这个你也说明一下。这个案子在当初我们在整个法规盘点的时候，就是认为要走立法的途径嘛，哈。所以我们在办法的部分确实是没有去广征什么去发问卷或者，但是在我们4月份在讨论农会会员资格的办法修订的时候，我们曾经把这个案子提出来听大家的意见。那我们也说明说会里面现在的立场是赞成，就是从法制面来修正。那个当场出席的，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过了，就是包括
我们的县市政府，还有县市农会，还有农会的代表，因为事实上要把所有农会都找来是很难的。那整个那个过程里面有经过大家了解这样的过程，事实上当场是没有人针对这个部分提出反对或者是什么样的意见。那我们也跟他们说明，我们农委会是赞成，说我们是希望能够走法制的程序，把这个整个法制作为做完整，特别说明。那我们想彼此之间休息一下吧，哈，休息个五分钟好不好？大家再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了，那个。这个我们我们让我们整合一个版本啦、啊、齁，一个就是一个就邱志伟的版本跟修正动议那个张立善的版本，修正这个版本齁，我们让它通过，通过的完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马上来办公听会，这样好不好？好不好？ 我想这样子都对大家都有那个嘛。哦，那也不要耽误时间。四个版本哦，好不好？来，议事人员，我们现在还不正式哈，现在在休息当中，只是因为让大家都听得到，好，所以现在没有录音哈，现在纯粹是大家还在私下休息当中了哈。我们有四个版本了哈，来，一个原提案，一个三个修正动议，原提案就是邱志伟邱委员的提案。来，我建议啦，就是张邱委员的 N T 案啦，啊，加那个张立善的修正动议啦，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呐，哈，大家妥协啦，但是大家让步啦，安尼啦。来，邱志伟邱委员的25条之1，他一样都是原条文，只有说承认李龙会理事长或常务监事之服务年资得视为前项相当兼任以上的年资啦，好。这是邱志伟的，然后现在讲三个修正动议哦。好，一个是三，好 ，OK， 好，来我们看三括号二分之一，好，三括号二分之一也是王惠美王委员的，那他就是说承认龙会理事长或常务监事。好，这个两届嘛哈，好，两届以上之服务年资得视为，这是第二个要投票的要的这个表决的案子，也不是表决啦哈，先不用讲定啦哈，就是说我们这是第二项。好，那第三个第二个修正动议三括号二分之二，哦，在了。好，那还有呢？一括号三分之第一案，好，修正动议的第一案。刚才对不起，这个有点乱嘞，嘿，这个刚才看王惠美的是三代表第三案，好，那二分之一只是页嘛，所以第三案。然后还有一个第一案是我这边的提案，是在于龙会新进总干事第三款呢，把它拿掉。好，就是说没有年龄，新进没有年龄的限制。好，那我们再看第二案，张立善张委员的，那他把它修成呢，这个60岁不得超过，禁用的总干事的年龄不得超过60岁，然后把第四项删掉，省农会并入全国农会前期总干事，后聘任资格同直辖市农会，这个是这个删掉的。好，第二，这是张立善张委员的好提案。好，那所以我们一一来看啦哈，先还是非正式啦哈，没有三个，就是三个临时提案，一个邱志伟的提案。好，那现在还是协商，好，私下协商还没有正式的协商哈，那大家谈一谈呐哈，一个提案三个修正动议，那大家每一个好，第一个就是说邱委员的这个部分，要不要分开全部各自的来处理？好，
好，那分开处理嘛，哈。好，那邱志伟邱委员的这个有没有意见？第一项哈，不合第一项。啊，前项改为第一项，不合第一项哈，好。还不受第一项，等一下你们那个议事人员再补念一下。好，这个邱志伟邱委员的，你们有意见？好，修正动议第二案。哎，第一案，修正动议第一案，修正动议第一案，啊，就是我的版本。好，就是新进的，好，不要有年龄的限制。好，但是他们是按照劳动基准法。65岁一定是要退休，好，然后包括25条当中，是如果你这个总干事，张立上张委员你在意的，就是25条当，如果现有的25条就规定了，如果你这个总干事进来不能当满一届，你不能用，嘿，这个所以你的顾虑是没有的，对啊，这个是现有法令25条。哦，不能当满一年就不能进来。好 ，OK。好，理解。好，那更严格啊，那好啊，这样好啊，我觉得很好啊，好啊 ，OK。那就是说，第一条就是针对年龄的部分，好，完全是拿掉好这个55岁的限制，好，就禁用的时候55岁是可以禁用这个人的。但是他是保劳保，所以65岁一定要退休，这是依照劳基法。好，那这个，好，不要再那个了。那我们各自宣布了嘛，哈，好，那就是大家的隆重一个表决了，隆重各自表决，是啊，一个提案，三个修正动议。那个邱志伟的版本，他就是说，理事长跟常务监事，好德续，好德续为这个，啊，这样就大家退一步，啊，你要开公听会也可以，我是开公听会，这就是大家协商各退一步啊。我们马上开公听会。哦，好，安尼来，好。赶紧，唔知啊，修正版本。别误啦，迄个再话，要不拢会头去头壳足清楚的啦，伊要做生意啦，伊咧头日咧甲你。雷公来了，这样。我刚刚在这边，邱志伟版本。好，这个东西他要当过两届以上，那我们都退会。对，那现在就是邱志伟的他就没讲明，但王慧文我已经讲明，那是不是我们保留这一个？好，那但是呢，这个张三三委员讲，就一定要当一届，所以他有年龄限制。年龄限制我不要。那就拿掉，那就是以邱志伟为那个了啊，然后这个过他的来通过。
主席赶快，主席才是，主席他们这几位委员脑筋都非常清楚啦，都非常了解啦，哎啦，好不好？赶快，主席赶快。OK， 表决，还是要表决，对，那都大家都，好，来，那我们就是一个一案一案的表决吧。好，邱志伟邱委员的哈，都不要紧，现在是四案表决，你要对一个哪三个修正动议，你要谁先都无所谓，你要邱志伟的要先也无所谓，反正就是四个案。主席要先由修正动议先表决，不要紧，嘿，来，修正动议总共有三个案嘛，哈，第一个案就是林代华的案嘛，哈，第二个案就是张立善的案嘛，好，第三个案才是王惠美的案嘛，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请这主席先裁示，好，由先表决林代华的修正动议案，好，好不好？那我们也这个尊重国民党，他也有提案呐，哈。他们的提案我们也给他念一念啦，那我们也表决啦。那这两个是修正动议吗？你们这个是修正动议还是临时定案？临时动议吗？那个是临时提案啦，他是临时提案，他不是修正动议、啊、你们临时提案我们对啊，我主席那好，我们还是念一念好了。但是不是啦，修正动议我们通过以后，然后你要再接下来再审他的临时提案，我们不反对，程序上应该是先我们就我们的法律条文，我们先审查，好不好？所以就先主席，我们建议就请先表决林代华。好，来，好，我们林代华林委员的修正动议，来，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而且是记名表决。好，修正动议来，大家调痛一下。第一案，一这一张这一份上面写一的括号三分之一。一括号三分之二，一括号三分之三，好。好，我们都宣读完了。已经宣读完了，来，赶快。好，来，那我们进行记名表决。好。好，记名表决，那议事人员点名吧。好。我们现场的都已经点过了。都点过了哈。好。好。好。有高处本高委员，陈明文陈委员，管碧宁管委员，邱志伟邱委员，好 ，OK， 来，然后包括这个好在场九人哈，好，好，那我们赞成这个林代华林委员的修正动议的，请举手，好，请举手，好，在场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年龄拿掉，对对对，好 ，OK， 来，好，没有没有全部，没有全部，你数好数好，好，好，通过了，没有是整个条文啊，没有，对啦，没有错啦，只有主秘你搞不清楚，他们支持，他们支持啦，我们念的是第一个，来再到这一份第一，第一案，因为你们国民党支持这个，把这个主秘搞傻了，好。一括号三分之一，
然后一括号三分之二，一括号三分之三，这个就是第一，这个是我的这个修正动议。对，好，它是放宽，完全是把年龄拿掉，就是年轻化的这件事情，我们来进行农会总干事的资格的年轻化这件事情。对，好，好，来第一个，这个赞成的刚才已经点名了，赞成的请举手，议事人员请点名。好，来，好。没有，这只有我而已，没有包括邱世伟的，只有我的而已。好，对，只有这样而已。好，先只有这样而已，先修正动议了，先修正动议，就是年轻化这件事情。接下来再审查这个四个人，没错。好，好了，一点了，赶快画上去啊。好，好，没有，没有，他没有。好 ，OK， 来第二个修正动议。啊，结果。过了，好，本案通过。对，过赵黑，那修正通过。好，第二个，我们站立上张委员的。过了就不用表其他的啦。啊，其他就不用表。哦 ，OK， 好 ，OK， 了解，本案通过了。好，来。好，来，那我们接下来邱志伟的本案，邱志伟的本案，好，啊，通过就通过了，好，谢谢。主席，我们现在是把年龄放宽，但是要有保留做一届的，这样的一个权限哦。安娜，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就是审二十五之一，那其中林黛华委员有提出二十五之一内容的修正动议，就是把二十五之一的五十五岁拿掉，所以进行表决，那大家都同意，就过了，安娜就对了，嗨。那当然了，所以我们就你们本来就反对啦，哎啦，所以整条了，那已经通过了，好，谢谢。没有不诚实啊，就很诚实啊，修正通议就修正通议啊，哎呀，哎，通过以后就本来就通过了，不需要再审查啦。我们是很理性的，在哎呀。不能避重就轻哎。好 ，OK， 重新表决。对，不是，那邱伟有提，他们有提出修正动议。所谓修正动议，就是修正动议提出来了，我们就根据修正动议把它通过以后，就是原条文就是照修正动议通过，所以等于就是邱志伟的案跟所谓的修正动议的案就一并就把它表决了。好，所以这个案就是这样子就通过了，所以现在他们就说安尼，搁听无要搁一遍，所以起码朱先生好啊，无搁尊重您搁一遍，搁跟您讲安尼有清楚无？就是以我们邱志伟所提的这个案的修正动议，根据林黛华的这个修正动议，哦，就是把五十五岁拿掉这个修正动议，我们再一次表决，没有意见就通过了，安尼啦，对，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请表决。来，我们重新表决。来，针对修正动议第一案，好，来赞成的请举手。好，赞成的请举手。好，赞成请举手。好，一二三四五六，有邱委员有。有六个。好。好，那这样我们就过了，嘿，对，那就是在，那就是二三案就是不用再、通过的内容，另一边哎，主席，记名表决还是要还表决的，反对的请举手了，不一定了，但是把通过的条文要从头一个字一个字念完，不是要还表决，好不好 ？OK， 那反对林黛华提案的修正动议的请举手，反对。正反两面啊，那你为什么不敢？记名投票本来就这样子啊，嘿，对，记名投票的，嘿，好，哎，老伯，好，来反对，好，十票哈，来，好。我们的那个但是他们的就不用，因为就照OK， 那我们就照这样，这一案就通过了哈。
啊，来，是不是把那个把投票票数先练一下了？安尼可以有录音者。好，那针对此案的表决哈，有以邱志伟邱委员加林代完林委员的修正版本，有赞成者有有在场人员有十人六人赞成，四人反对。好，那记名是陈明文、林代华、高志鹏邱义莹、管碧玲、邱志伟赞成，反对的是廖国栋、孔文吉、张立尚、王惠美反对。好，那我们多数通过。好，那我们的提，对对对，我们提案要列入记录。我们要宣读一下你们的提案了。我们要求提案列入记录，你们的修正动议。修正动议吧。临时提案，列进去。好，来，我们把这两份这个张立尚张委员跟王惠美王委员的临时提案来列入记录，请宣读，谢谢。临时提案第一案，有限银农会法第二十条之一草案恐因。有因人涉事之余，而各县市基层农会对此修正案存有疑虑，原提案要求农委会应针对本案二读前于北中南东四区分别举办一场以上公听会，会诊各县市基层农会之意见。提案人王惠美委员等人。第二案，本案修法涉及农会总干事之候聘资格，为避免修法图利或量身定做之前，本次之修法相关规定应自下届民国110年选举开始适用。提案人张立尚委员等人宣读完毕。好，那我们已经列入记录了。本案审查完竣，凝聚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请问需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要。这个在场委员这个。要主席。好，那我们就进行表决吧。要不要交党团协商？我们现在委员会自主哈。好。委员会自主。来，那个陈明文委员。好，就是不需要再交党团协商，我们已经讨论很久了。好。我们要求交付协商。好，那就进行表决。好，要不要交付党团协商？现场赞成交由党团协商的，请举手。交付协商。好，有事人不需加入党团协商的，请举手。好。好，包括本席这一票。好，再来，我们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说明本次会议的审查通过之条文这个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那根据刚才投票的结果，就不需交付党团协商。本日的议程处理完毕，散会，谢谢。那个两个提案我们都反对哦，我们录音一下啊、哦，我们都反对哦，邱议员也会。好，那我再补充哈、哦，就是我们本党民进党党团反对，好，虽然国民党列入记录，但是反对他们的临时提案，那同步列入会议记录。六个了哈、哦，就邱志伟、陈明文、管碧玲，还有邱议员，好、哦，还有那个高志鹏，我们都反对哈。好，还有林代华哈，好，这个就是以上列入公报哈、哦，谢谢。好，散会。